我很乐意的，就是把我动刀啊、整形啊的部分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分享。术后的保养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比你们要维持得更好。当时真的八爪拉皮是真的效果很好，可是现在我的效果更好。那是因为用了这一瓶五爪精华。如果你不敢动刀动针的人，你一定要试看看，因为五爪精华出道太慢了。如果我早一点认识它的话，我也不用去动刀。如果说怕松、怕垮、怕老的人，赶快用这个五爪精华，你会把青春、紧致通通找回来哦。